那一个好大的一个吊子。哎呀，啊。对呀，上上个。我下去看了一下，我没有听见。你转方向。好怕。今天那个在动物园吧？在心脏培养院。那个叫鳄鱼，那个鳄鱼，这个栈道破坏了。是，我觉得也是被栈道破坏了。哪个鳄鱼？这个就是两只鳄鱼。哦，好像不会是吧？对，上面那个还有眼睛，还有嘴巴。快一点钟了。